42。今天是我们健身的第42天。我们先剪了头发以后才来的。那先拍你。好。那我的包裹，我对不起你。不会。因为我原本以为没有很多，是因为我忘记我买那个水草了。嗯，好。好。好。有啊。好。你剪头发还是有。真的、哦。有明显的改变吗？谢谢。我剪的头发是不是脖子就不会热热的？对。然后我们再去老地方拍一下全身。好。等一下先让别人经过，以后我们再过去。好。今天要认真健身啊。每天玩的，每次没有，又没有每天。我说每次都蛮认真的。好，现在开始哦。你要看他图片，因为他现在没有哔哔哔，我就常常认不清。好，这里可以，谢谢。Hello。哎、欸，你怎么你脸认不出来是不是？没有，他刚没感应到啊，你刚那个还等我，尴尬。刚刚刚刚。他说一个谢谢，也不知道该表达什么。所以他有认发型。啊，没有啦，啊、不是，我刚刚说那个有一个他也要进来在等我。我你剪这个发型，我发现你的眼睛很靠近、欸，好像很羡慕。我觉得你的双眼皮很漂亮，哎、欸，怎么有一些树枝，有一些摆件，这树枝也太大了吧？这是哪来的树枝？啊，好可怜的树枝哦。好吧，那我们要去吃饭了吗？好、哦。感觉雨没有很大，对啊、但是风有点大。今天我吃那个生日的话，吃极鲜可以那个半价，但是今天突然间变成假日的价钱。那假日有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东西？等一下去看一下。有没有比较多的那个菜色的不同，是吗？拭目以待，拭目以待，敬请期待。哦，有人的那个掉了，有人机车倒了，谁的？有没有谁停在这里的？上面的扛把。哦，原来就是这个破的、哦，这个也破烂了。水煎包的也不行了。哦，原来满地都是那个屑屑，是这边吹来的、哦。好吧，那我们走去那个停车场。对。我觉得我剪的头发好开心哦。对啊。对，好轻盈哦。哇，这满地都是哎。好吧。我最喜欢酸辣粉。是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只开三天。我们先要吃一个苦林姆跟爸爸出任务的时候吃到一个很好吃的脆皮猪。对。然后那时候是小份是200嘛，对不对？对。好。这一整条，这叫大丰路吧？对，大丰路。有非常多好吃的，很香。如果想要减肥的话，尽量要戴着口罩，然后再戴口罩的原因是因为要加那个游泳用的那个鼻塞，就夹住的。要不然你会总会闻到一个味道是吸引你的，就是你抗拒不了。而这边的话，就几乎都是一到五才开啊，六日的话我们几乎都休息。可是我上班族。哦。对，这边还有一个那个啊，魔王鸡排超好吃的，可以买一个吗？我们今天会不会吃不下？对。那是我吃新店觉得很好吃的。对。
它比较像以前的那个派克的那种，对，它的皮，对，然后它肉也是属于比较厚的，对，它是多少钱？好像9，你要讲一下价钱，等一下看一下，我有点忘记。哦，它就在那个我们要买那个脆皮猪隔壁，对，然后那个脆皮猪它是11点开，它如果它11点在8分钟。他可能如果还没准备好，我们就先买那个魔王哈。好。可是那魔王会不会12点开啊？好像是。好像可能会吃不到、啊。对，等下先看一下。好吧。其实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这件事，好像也不一定。是有更多的机会的意思，并不是真的能吃到什么。真魔王鸡排真的是那个12点开这家。这家。这家我觉得一定可以点。这家很好吃，很大，就肉很厚，它还没开，可能是太早了，对，没那么快，对，没有要吃这个，对，但这里有一个牛肉面有开，里面还有什么？好香哦，完了，手到吸引，不行啊，今天我朋友跟我有约，我们大家又可以，这馒头哎，老面的，喜欢的酸辣粉，这个。八哥，然后它唯一一个就是比较可惜是它没有辣油，它的辣是没有辣油，但是我觉得除了辣油以外，就是没有辣油以外，其他都很对味。你要过来里面。好。然后我们今天要吃一下这个，因为苦力姆跟爸爸出任务的时候有吃过一次。这个。它是有出炉时间的。然后这个脆皮猪，我们在其他的夜市其实也有吃过，通化街也有。对对。而那次我就去那边买，就对对面就八哥。哦，你说那个八哥，然后我说要吃看这个。那因为我看到这边有人，然后就说，哎，感觉不错，我们就试买一个小份看看。就是跟苦力姆出任务。糖棒只有一半，录不了全部啊，在这儿。好，袋子拿掉，这样比较好看。会很烫吗？小心哦，有点烫。就这样，它有配生菜，然后有配大蒜，然后还有九层塔。然后刚刚是撒辣粉。哦，撒辣粉。如果你吃辣的话，它是撒辣粉。好，好，这样。脆皮猪。嗯，有狗狗。它没有进去。嗯，很脆。这我在家我自己做过。还有酒精塔。嗯。我吃了一点点花生味。有花生。嗯。喂。看。呛到。那个粉是不是？嗯。这是加酒精塔的。嗯，这个它的关键就是你要戳洞，然后要腌制，然后要用冰箱也好，用盐是上面敷盐嘛，嗯，是加速它脱水，那个皮的脱水，但是你最后还是得像它里面是用那个炉，用那个瓦斯的接瓦斯的那种吊烤炉。去做的，嗯，但是我们在家的话，我们就只能用油去炸。妈妈就会做菜，应该还好啦，不怕喷啊，我不怕喷啊，可是喷到脖子那些都很痛，你就要一直炸，一直炸，对。再吃一口。对。好，哎 ，sorry， 嘴巴。我觉得它这个洋葱啊，这些冰冰的都吃起来那种感觉。我觉得它配菜给的很够。对。你要配一些肉啊。嗯。我觉得这家很好吃，可以来吧。你觉得怎么样？很脆。你再拿一个单独的猪给大家看一下。好。你说这个吗？对。
哦，对，那很漂亮。哎，这边比较漂亮。这边。对，好。那我们就继续把它吃一吃吧。那我们就回家。好，拜拜。拜拜。